放在了一起。你个人觉得，因为我感觉都还每个主题庆都还行。我觉得送给工作人员，这两张我们就自己保存了。行，那我就先把这个去入围征集一下哈。这两张我们就自己留存了，好不好？看一下小田拍的。这个是离就是青山村最远的一条路。还挺好看的，其实。确实像明信片。这个是青山村最高的建筑。就是瞭望台。瞭望台，这是那个瞭望台。瞭望台。这是青山村最破的一条裙子。最长的一条裙子。最长的一条裙子。这是你自己那条哈。这出小院了吗？就拍了。出了。我选择那个青山村最高的建筑物，我觉得瞭望塔不错哈。我还没去过。我觉得这张很好看，你看这颜色对比。青山村对比度最高的这张。你看这颜色对比。青山村对比度最高的。这张其实也我觉得也值得入选一下，因为刚刚看到的时候这个颜色对比度很像明信片的感觉哈。是的。这是十八。这个能代表什么呢？棕色的一个手。哎，左手还是右手？它这样子吗？对，这样子才是对的。红色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健壮的、充满肌肉的上肢，能代表健身、运动，还有什么？肱二头肌。你什么意思呢？棕色的肌肉抱枕，肌肉健身运动肱二头肌。我出门了。好，去鸡舍。肱二头肌的抱枕很直观，是不是？肱二头鸡舍。